你就拿着呗，你装了肚子干什么呀？偷偷摸摸的，给你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哎，你肚子装的什么呀？我吃多饭了。天哪，还吃多饭了？净骗谁呀？来来来来来，给我看看。天哪，我天哪，装的啥呀？这是。这那还有啥？拿出来给妈妈看看。天天的装东西。给我吃。我怎么会不给你吃呢？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还捏捏捏，我的天哪，你是怀孕了还是咋着？你那个肚子都那么大呀你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三顿饭。我天哪，吃了这么多饭、啊、那不可能，吃这么多饭肚子也没有那么大，那肯定把我的好吃的又偷出去，我才不信呢。来大伯，来妹妹过来，给你个牙签。啊，给我牙签干什么呀？大宝，你来跟妈妈说，爸爸那个肚子到底是什么？小孩不能说谎，知道吗？是什么？我跟你说也行，你把他肚子……啊，要扎他的肚子啊？那会不会爆炸呀？没事的。没事啊！我天哪！知道了，我都不敢。来来来，我扎扎试试。来，我扎扎试试，不动。哎哎哎，怎么扎不上？一二三。这是气球。天哪，还装那个气球。